暑假安全手抄报怎么画？我们先可以画出一个形状，然后我们来画上暑假安全几个字，用马克笔给它涂上颜色。然后我们先画出它的文本框，画出线条。我们可以在下面画上一些可爱的符号，比如说可以画上一些气球，画上糖果，开始涂上颜色。我们选择红色，然后我们来开始涂上里面的文字。我们选择黄色，选择绿色，然后我们来画上气球和糖果和装饰。像这样，我们的暑假安全手抄报就已经完成了。